这一次用的是，所谓上面写的是汉玉六号，它的毫毛可以这么长，哈、哦。哇，7公分，大概7公分的长度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写，行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、隶书、楷书，甚至于这个魏碑。我们拿的时候就是要拿这么高，所以提肘要提到稍微高一点哈。哦但是呢，提这么高一点呢，有个好处，会让我们在运走、运笔的时候会比较灵活一点。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，能够把提肘。练纯熟一点，真的是无往不利哈，无往不利。因为他这个黑女杯呢。线条是稍微短胖，但是非常的典雅，好、哦，而且温润、秀健，哈、哦，秀雅、雄健。这个格子呢，大概是5.5公分，5.5公分啊。写字，
写字呢，并不是用指头去按压你的笔。哦，你是用肘在运笔，你的掌部是你的，是你的舵，方向引导。哦，五根指头都是护持着笔在行进，其中有一只指头是一个笔尖的微调枢纽，那一根指头是无名指。哦，提案的时候用的是无名指，哦，还有肘部的上下深沉。这个粗细就是来自于你的手的上下，哦，上下。我们用这支笔来写落款哈，这个稍稍的不容易，不过我觉得没关系，我们来试一下哈，试一下。对，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找麻烦，但我自己也想试试看，到底我来写落款，小小的落款到底行不行得通哈，我也试一下，没试过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，跟大家来分享一支这么大的、这么长的一支羊毫笔，到底怎么写出小字？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好，谢谢你的观赏，下次再会。